愁眉苦脸的嘛，出来玩开开心心的嘛。不然一会儿去海边走走吧。嗯，对对对，等一下去海边走走，天气挺好的。你这孩子，哎呀，说你什么好啊？你说我发了在工作群里发了那么多信息，你也不回话，谁也不知道你干什么。我问了好几个同事，你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没有，我心情不好，就来海滩跟朋友玩几天。这是你的主意，你知道吗？那推那消息，多积了多少了，你也不推啊？啊，再不推成旧闻了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知道了。我昨天看那个什么，看那三 TV 那个节目，那上个月的消息信息还在这儿放着呢。那是什么新闻？不叫新闻了。你爸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是吧？整天弄他的那个破电影《洛杉矶》。这个公司 ACM 是不是我一家的？是好几家的，正儿八经一个生意。你还要这么做，咱们这个买卖它能好吗？你听到我这样，赶快回来啊！好的，起码露个面吧，让宋老知道你在干什么。其他同事忙得不得了，就你一人现在怎么攒吧。咱们在美国做我公司不容易，是吧？你要都这么干还行啊。那宋老再见，拜拜。哎，孙老师，这怎么了？这卫衣怎么回事？他最近没有来吗？天他弄的那个推的东西也不推，是吧？那个 3TV 上那个新闻，那都上个月的新闻了。这孩子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哦，他最近这个心情不太好。怎么不好？你忘了他就那个关山的事吗？咱老是把关山推给别人，其实哦，这是他的。他跟关山真的呀？我觉得应该是真的。不是你再怎么着，不至于工作不做吧？那他爸被个破电影，也整天跑这个洛杉矶，是吧？他再不好好干，那当时来我就不想，这话不跟你说了啊。你这样，你能抽空替孙老师跑一趟，告诉他说孙老师希望你马上上班。另外呢，这个是他的，我跟他我可以让他来这儿上班，但是我跟他聊这种事情不太合适吧？您应该让。Ruby 他们不是天天凑到一起。Ruby 这个星期没来，你没发现？他已经不在这儿做了。哦，怪不得。那以后岂不是他的活都在我干了？还有人家会进来。哦，好。那我觉得是不是文丽姐他们毕竟女孩儿说这种事儿。文丽姐不是去那欧申提体，人小两口人家可快活了。咱就别给他添堵了，你就把这活儿帮我做做吧。也没别的什么任务，就了解了情况，然后。跟他说，这个公司需要他马上回来工作，就是把他给关山那个事儿啊，是他的就是他的，跑不了，是吧？不是他的，着急上火也没用，你抓紧好吧？行，这事抓紧，咱们这活一堆活。喂，大堂。哎，这给你打多少回电话你也不回呀、啊？这有时差也不能，这一会儿我给你打回去了，好吧？现在不太方便啊。明天过去，明天就找你。哦，行，明天正好我们要出海，你给他一个 surprise。
哇，你们还真挺会安排的。行行行，你这可真是帮我大忙了。你这请你吃大盘鸡，我觉得都难以表达我的这个感激之情。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！准备吃你的大盘鸡好久了。行吧，好，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好。对呀。准备好了没？走吧，走吧。啊，等等，还有一个人啊。还有一个人啊？谁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到时候。对。